满城佛光园，由满地可佛光山佛光会联合制作，文秀慧主持。好，欢迎收听满城佛光园，我是文秀慧。在直播室上有我们佛光三门地可慧严寺的辅导法师如广法师。师父吉祥。师父吉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吉祥。好，欢迎师父，今次又请师父来跟我们讲教科书里面佛陀的经典故事了。咁咧，今次佛教丛书里面佛陀嘅其中一个故事叫七车鱼嘅。咁啊，佢呢个故事好特别咧，就系因为有一年个夏天咧，佛陀就嚟到王舍城云发，咁就同所有嘅比丘就喺竹林精舍嗰度结下安居。秀慧，你有冇听过咩叫结下安居？有，即系喺七月份嗰阵时候，大家一起喺度静修，因为冇办法出去托钵。系啦，咁啊，通常下安居咧都系喺夏天嘅。咁咧为期系三个月，咁啊就俾所有嘅比丘一起精进修行。系，咁啊，佛陀嚟到呢度嘅时候咧，咁佢当然会问比丘：你哋啊系从边个地方嚟噶？点解你哋会一起嚟到呢度结下安居咧？咁啊，比丘就回答啦：我哋嚟呢个地方系为求能够得到涅槃嘅解决个快乐咧而嚟噶。咁啊，佛陀听完之后就同比丘讲：咁啊，既然系咁样，咁你哋能够少欲知足嘛？又问佢哋。你哋识得精进向道吗？又问佢哋，你哋有诚心正念吗？喜唔喜欢呢个修道呢？咁佛陀就问咗一连串嘅问题，咁佢哋就回答佛陀啦。佢话佛陀有噶，我哋经过三个月嘅结下安居以后，都感到身心好轻安嘅，就获得无比嘅法喜安乐。咁啊。这个这样的身心轻安，其实我们是可以经过我们礼佛修持啊，或者是拜忏啊，又或者打坐的时候会得到的。那秀慧，你有没有曾经得到这种法喜安康啊？有，因为通常是参加很大型的法会的时候呢，或者是我们去受戒什么呢，就是觉得会很法喜自在，很欢喜的。是啊，突然间整个人轻松了。是啊，跟着呢佛陀就跟我们讲，他说比丘们，修行的过程之一就是要有解脱的安乐。咁佛陀就在禅定中就知道富流那尊者，他在结下安居的时候已经得到解脱之乐。咁就跟富流那讲了，你不妨讲一下三个月的结下安居的心得，就好像刚才秀慧讲的，哇，觉得真的很轻安啊，很开心。富流那就回答佛陀，他说佛陀啊，弟子就向大家报告，我的方法就是先观心，然后就去除我的欲念，就修这个知足，就不要那么贪欲啊、贪心啊那些。他说就是用这个方法循序渐进，然后提起正念，以至到一心不乱，那个心清净就见到了，就得到解脱之乐。佛陀就说啱啦，富流那所讲的是没错的，佛陀就再印证。然后佛陀又再讲，从前波斯匿王因为闻法深切，曾经在一天以内从舍卫国先后换了七种车赶到不拘罗刹国的波鸡提城去闻法。因为波斯匿王很有智慧，他懂得运用很多权巧方便及时讲道，然后听闻法法，所以佛陀就讲到，凡事要懂得方法先能够达成目标的。比丘听完佛陀的开示，就知道修行除了要精进之外，其实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先能够进入修行之道。比丘就用着这个方法依次序地修行，然后呢又再次进入了禅定，终于开悟。修行其实听闻佛法是很重要，同埋最重要系咩呢？就系修行要有循序渐进嘅次第方法，就系要持之而行，同埋不懈怠啦。仲有修行唔系一下子就可以得到嘅，亦都冇任何方法可以马上促成嘅。所以佛陀
他在雪山六年的苦行才可以成就到去成道的。所以讲到波斯匿王亦都要换了七架车才听闻到佛法。所以佛法其实是难闻的，更重要就是我们要敬法、重法，同埋唔好懈怠啊！对佛法以一个轻慢嘅心，咁咧就会错过呢啲殊胜嘅因缘啦。好多谢晒师傅，咁其实做好多嘢都唔可以过于心急嘅，要有耐性，一步一步嚟噶啦。好多谢晒师傅，咁接下嚟咧，我就同大家宣布一件事啦，就系星期日3月31日咧，我哋就会有清明法会，咁当日咧，我哋就会礼送金刚宝忏。咁清明法会完咗之后，咁我哋4月份其实有一个水陆法会。咁如果有参加水陆法会社功德嘅话咧，亦都有兴趣嘅话，咁可以嚟华严寺了解一下点样可以参加嘅。咁呢个其实系去美国嘅。系。咁另外5月12日系庆祝母亲节。咁当日早上10点嘅法会之后，咁又安排咗普王学校所有嘅学生咧送花俾所有母亲嘅。咁当日亦都系佛光山开山58周年纪念啦。咁我哋有一个抄经，就下昼2点嘅。咁跟住到5月19日礼拜日10点早上，我哋就有一个庆祝佛诞节、玉佛节嘅法会，仲同时就有一个皈依典礼。咁任何嘅人对信仰佛教咧已经有一定嘅程度咧虔诚啊信心嘅话，咁可以报名，然后当日就可以皈依。好多谢晒师傅，咁大家如果想查询任何佛堂嘅活动或者系法会嘅咧，可以打我哋嘅查询电话系514-721-2882。如果想重听我哋嘅节目咧，就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www.ippsmtl.org。多谢师傅，亦都再次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一集再见啦，拜拜。宇宙缘起，万物生息孕育，是农工商。你耕田，我种地，我们的母亲是天是地，生命才得以延续。君君臣臣，心之如一，人民百姓欢天喜地，孝亲尊师谨守孝悌，生命才得以延续。悠悠树苗可以成才成器，福祸相依，因缘果报要铭记，是多生父母，也是姐妹兄弟，惭愧感恩大愿心，齐心协力创造幸福天地。欢天喜地，孝亲尊师谨守孝悌，生命才得以延续。悠悠树苗可以成才成器，福祸相依，因缘果报要铭记，是多生父母，也是姐妹兄弟，惭愧感恩大愿心，齐
心血里创造幸福天地。悠悠树苗可以成才成器，福祸相依，因缘果报要铭记。是多生父母，也是姐妹兄弟，惭愧感恩大愿心，齐心协力创造幸福天地。